有舞龙，有醒狮，甚至仲有惊险表演。原来都是为了恭贺大王保诞。由黑沙村民互助会主办的2018年大王保诞祈福仪式，于31号在大王庙前地举行。主办方在致辞时表示，大王庙对于黑沙村民而言意义非凡，今后亦都会继续传承。黑沙村大王庙具有百多年的历史，自村内具历史价值庙宇建筑，每年村民都自发举行大王保诞庆祝活动，传承传统风俗文化，丰富村民文娱活动，促进村民团结，弘扬互爱互敬传统优良。多谢晒。另外，张大文亦都提及，往返黑沙同关闸的25号线巴士在去年被取消之后，至今都有很多村民同旅客不习惯，期望政府可以在多加宣传的同时，亦都考虑在大型节庆期间恢复班次，方便市民出入。